负责以后每天把猫喂饱。好。哎，哥哥哥哥哥，借一步说话。不借。哎呀，你借一步嘛，你给我点时间嘛。你说吧。你总得让我酝酿一下吧。那你先酝酿酝酿。哎呀，其实那些所有问题都是我造成的。是我要约左怀仁，但是他把我拉黑了，我只能逼着秋元以他的名义帮我把左怀仁约出来，然后我再去赴约不就完了吗？哪知道我的小手就轻轻那么一点，地址就发错了。哎呦，总之都是我的不对，你就不要怪秋元了，你要怪就怪我和高硕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关高硕什么事儿？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的重点？是我约的左怀仁，跟秋元没关系。说完了。哦。我那天一直在雨欣斋，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男人的自尊心呢，幼稚。这下你开心了吧？怀孕，好，老秦，这是你做的？啊？你疯了？你那些鱼不要了？你还给猫安个家？有了这些罐头，我就不信你还敢来祸害我的鱼。你负责以后每天把猫喂饱。好，谢谢师傅。记住，以后再少一条鱼，你和这只猫一起走。哎，哥，你这个人上网学一下怎么说话，我发现你这个人不太会讲话呀。好运啊，你终于有家了，还是个大别墅呢。